咱给等等，等等，那不等等，再给等等。人家呢？打了嘛，我总打也就跑这样，然后就在那给他讲把孙子的嘛，养着着了哎，到了要弄一个给了，给他们带着，叫我给恁给讲我都感觉从那就给我们当着，好叫叫把孙子，叫了就疼了，就给好那就不疼着了，反正养着着了，给了要给了嘛，老给了带，但我讲我就来就到了给了的，哎呦这个呀。怎么跟小高交了钱一个钱的？哦，我不要你，不要。打了第一次呀？打别了。第二，好，我打啊。啊，才办理的。啊，等我了啊。
要落了这么严了。去搞啊！你那天跟主任去见了。我要得了怪的，怎么呢？不严了，你现在都不能去见了哟。是吧？老妈老早为中午，我哭了哟。哎，姐姐，姐姐呢？滚蛋！姐姐，姐姐，你好丢嘞！来，爸，我们搞的这个蛋呢，来给我当个蛋宝宝，搞的都是那个蛋，不管肉的，也是新做的，也是不搞过这一多的，也是不搞过这么多的吧？哎，那的，我们老了，刚刚才搞，还得提个蛋，新做的，哎。哎，今天在上海都多，你弟那家人都好不多，他跑你家的。首先你要先来跑了，等第一个说到中国人都跑的，然后那就是你说的。哎，你还是不怎么厉害的，你上跑跑跑太厉害的。哎，那要不你肚子大的，肚子大的，那那等于是很幸运的，你家。你哋到火嚟啦，不如我哋呢啲啊，我哋呢啲嘢嚟跑埋落豆花啦。诶，不如落中国到国家度去，我哋搵咩公司做？诶，我哋要飞到度，睇啲咩度公司，我哋搵公司做。你先跑落中国先啦，诶，你先跑落北京做，诶，诶，我唔好过。我的是好赚的，我不要的，我是不赚的。今天就，啊，这个，今天人家钱就增加了，人家那里有好多嘛，好嘛，这么多人呢，哎，他们这边呢，不给多少人，我们这边也是的，哎。我想想